我怀疑杨林，因为我先喊的。我先喊的。我先喊的，好不好？他喊的。哎哎，听着，谁都不值得怀疑，唯一值得怀疑的就是沙溢。我每次，我跟你讲，这次游戏你是最亢奋的，你为什么？不要那么亢奋。 我要杀手的那个重要信息啊！你平常这会儿怎么？喂！你太过分了，我是人。 刚刚有谁连话都说不清楚？我都不知道他在哪儿呢，他在水里喊的。西门莎莎逃不掉了。你喊的是二啊？喊的是他喊的是二。我是怕没听清，不是在里头喊了一声，出来喊了一声。你那个发音根本不是二。哲远是干过什么亏心事儿吗？谁过来都叫，你干过什么亏心事儿？